一位农村小伙在山上捡柴火时，不料发现一种奇怪的石块，虽然看上去外表奇特，但是非常精美。由于好奇，于是将其带回家。回家后，小伙将其清洗干净，发现它远远看去好像蜂巢一般，里面布满了一颗颗正方形的白色晶体，而且杂乱无章。这件事很快传遍整个村子，附近居民纷纷表示，在当地村子从未发现过这种石块，大家都说他捡到宝贝了。随后小伙将石块拿去给专家鉴定，经过鉴定，专家表示这是一种方解石，在大自然比较常见，并不属于宝石。得知真相后，小伙感到很失落，但他觉得这是一块不错的观赏石，打算将其好好珍藏。